哇塞，这个入感！刚下来这个水坑里面，看到没有，放进一条鱼。但这条鱼好像就在这里时间长，有点缺氧啊，不怎么动了。现在小鱼鳍在这里摇摆摇摆，呦呦呦呦！这个鱼啊，肯定是缺氧，反应还有点迟钝。它知道有人抓它，但是无法挣扎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了，瘦了啊！今天晚上回家炖你吃。走吧，咱们上前面看一看，前面都是礁石区啊。这边一只八爪鱼，看到没有？好可爱吧？这只比较小，有点中等的个头吧，一碰它就变色了，身上变成这种有纹路的，看、是不是好可爱？哦呦，哎呦，说它有纹路，它还不服，变色呢，生气吐沫呢，看、好可爱！你看它还想跑，跑不了了，哥们儿，上我的桶里来吧，成为我的食物了，收了它。这边这里头，我拿钳子，这底下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啊？龙虾得不小，掏出来看看。有回卡得很紧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哇，一只小龙虾，个头一般化吧，还行。你看你看，还有油尾巴，这个龙虾太漂亮了。你看你看，又弹进去了，嘿，这是应该龙虾洞啊，收了。里面不会还能有吧？里面会不会有小伙伴？这里面是个实的，掏不出去了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。发现前面那一趟那个水坑里面，哇，爬着好多海星啊！看，这趟上都是，哇，这边是一对儿，看，好漂亮，五角星，看到没有？咱收回家吧，回家炒着吃。这个海星好像只能蒸着吃，不可以炒着吃，是不是漂亮？这边又一个，嘿，这种春天的小海星还是比较多的，收了。哇，这边这个两只，这两只是可大了呀，这两只个头又大，哇，太大了。这个你看爬在这个石头上，下来吧，又一两只，看看看石块，哎呦，看前面又两只。今天收的这些海星都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是颜值比较高的这种海星。你看这个好大，收了。不小的个头，正好吃。哎哎，哪里逃？退呀、啊，一直往后退。咦，拿住了，拿住了！别跑，别跑！哎，哇，这太能甩了！我的妈呀！轻轻的啊，争取一下子把它拿起来。嘿嘿嘿嘿嘿，慢慢放桶里面。哇，这样子还差不多。天、啊，身上就是太滑了。这边这个石块上，我发现鲍鱼了。你看，这边是爬着两只，这边这个石块上是爬着三只呢。哇塞，快收了吧！嘿，哦呦，真的是扒得很紧，看个头，看那个肉，嘿，哎呦嘿，哇，吸得太紧了，太能吸了。这个石块上是三只，这个还驮着一只，看，两只，这边又一只，嘿，上货了，收了啊！前面这个水坑里面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只海参也太胖了吧，肉嘟嘟的，天哪，看到没有，有个大棉拖鞋似的。哇塞，这个肉感，这手感也太棒了，咚咚咚咚咚，很过瘾。哎呦呦，这龙虾着急了，来来来，陪你好不好，给你找一个好吃的小伙伴。我看看，过来这边，看看看，这边也是一只，这只是个青色的呀。这只海参吸着好多这个石块，这海参还行吧，比那只小一点，不过这个头也还不错，收了吧，别带着。这底下看到没有，有只八爪鱼，我翻开石块看看啊。哇，看看看，不止一只，这底下还有，这八爪鱼是成群结队了。你看这里面，哇，这是一窝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哇，吐沫了那只，这底下还有一只。你看这石块上又一只，天哪，这四只八爪鱼，看干什么？我靠，这里不是月子中心吗？他们都带着大米，看到没有？他们又在这里产卵。哎，哦，这只这个大米可多了。哇塞，这八爪鱼那得好吃，脑袋里面都是那种
带籽的，好吃啊，像这种的还更贵一点，都是收了啊。嘿，今天这个收获哈，也可以说是大丰收了。看，有海鳗、海参，还有一些这叫产卵的八爪鱼，收获已经很满意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